一年去 Italy 遊筆斯夢本地旅遊篇 Lucky Sevens 是今的今天就是2020年6月22日星期一啊，收音如何先？是啊 OK 咁同呢一張呢就係、是、早兩日先早上個禮拜咁星期一啦上個禮拜嘅尾啊就出呢個尖洞嗰邊影嘅真係好好天啊真係好感恩呢呢、這個太陽出來了啊即係已經好似之前有一排呢未講話香港都會掛即係將會有機會掛八號但最後尾係冇掛到啦即係連好似三號掛唔掛到三號好似掛到三號但係就八號掛唔到咁以為嗰日係星期日嘅會掛八號點知啊就都慢慢走咗啦咁都好嘅咁啊多咗咁唔掛唔打風嘅咁咪可以出去囉係咪打風嘅就可能未必出到街嘛咁所以件好事啦咁啊同埋就冇影響我哋香港嘅天雨喎、哦、即係嗰個天氣啦咁以為可能打唔成風都會落雨但係呢就唔係喎好好天喎、哦、咁一路好天好天好天到成個禮拜至到父親節啊到今日即係琴日父親節啦今日星期一啦都係一樣係咁嘅天氣即係非常之感恩啦、啊、香港好少可呢即係個天空係咁藍嘅真係好感謝呢、這個大家都對呢個地球環作出環保嘅貢獻啦真係好緊要啦咁特別是可能啊，中國大陸嗰邊啊，或者其他有啲工廠嘅地方啊，停咗咧，咁直情令到我哋嘅空氣質素係非常之好啊！咁我都好感覺到咧，出到街外啊，咁啊，除咗有太陽可以殺菌之外啦，咁啊個空氣咧係比之前係真係好好多噶。咁呢個係第一個非常之感恩同埋感謝嘅一樣嘢啦，咁。真係好好享受一下呢一種天氣，因為之前係好少有啊。記得嗰陣時都係連續差唔多好幾年啊，都唔係好幾年啊，其實都有成十年啊。即係由好差嘅開始咁樣，即係咁樣陪到而家嗰個空氣指數係真係總之好差啦，係。好啦，講翻正題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啱啱咧呢個父親節嘅六日，即係呢六日係大家會覺得如何呢即係點樣度過呢除咗同父親慶祝之外咧，咁因為最近自己咧就要揾地方要搬啊，咁啊，就趁呢個機會啦，就即係喺網上睇啲租。盤啦，同埋咧，即係有啲酒店都月租都有優惠啊，即係令到我好心慾，又想去試下，如果真係月租酒店係點嘅咧，咁樣即係好好奇、好八卦地想知。咁咧，咁我星期六啦，即係我其實上個禮拜已經做足功課啦，咁啊，父親節嘅前一日啦，咁就咁係啦就準備有幾個地方呢係要去睇同埋要去體驗一下如何嘅咁我先至嚟咁去真係咪租呢個地方呢咁樣。咁好啦第一個地方呢就係、是、喺金鐘嘅咁啊介紹俾大家啦咁呢個地方即係點樣呢我又放啲圖出嚟俾大家睇下好咧，即係佢係一個，不如我講啦，唔係我又好似幫人哋賣廣告係咪？咁你哋大家聽唔聽啦？咁啊就係、是、喺金鐘地鐵站附近星街嘅 Star Studio， 咁有分一二座嘅，咁啊最近都有放出嚟咧，就有平租。咁啊，當然個單位就細啲嘅，咁佢本身都係服務式住宅嚟嘅。咁啊，首先咧就係係啦，同我先生一齊約咗一齊去睇啦。咁啊，約咗個
即係兩點下晝兩點鐘啦，就咁啊。其實最主要揾個 secure 開門俾我哋去睇嘅啫。咁咧，因為其實佢嗰度太細咧，我影唔到啲好啲嘅相俾大家睇。但好似我有留咗一張相咧，等先啊，唔好意思啊，抄下有一張相咧就係啊到呢張啦，呢張係啊，唯一睇最靚係呢張。咁咧就係、是開放式住嘅單位嚟嘅，佢個個都係開放式單位啦。咁大約咧你要預200零尺左右啦。咁唯一咧，我哋睇咗咁多層啦，即係佢俾曬三樓我哋睇啦，十樓啦，同埋十五樓啦，就為之佢哋係其實做頂樓噶啦，因為佢一座嗰邊咧頂樓就係十五樓，而另外二座咧就可能再高啲嘅，可能有廿幾樓係啦，廿零樓啊，三十樓以上啦，就為之頂嘅。咁其中嘅咧就呢、這、一個。就是十樓的單位，咁啊又係開陽啲，就見有兩隻窗，咁可以望到出去。但其實咧，因為嗰度其實都好多樓，其實都係擋住噶啦，因為係依個係服務式住宅啦，咁佢係送埋傢俬，即係直情係俾埋啲傢俬。每次咧，咁佢咧就係咁嘅，一簽咧就簽兩年嘅。咁如果兩年，即係一年生一年死啦，咁兩年之後咧，就即係點樣咧？就可能有機會加租或者減啦，唔知啦。但每一次走嘅咧，啲租客佢哋都會翻新翻啲地方啊，或者家具啊咁樣。咁睇落去咧都唔夠嘅啲嘢，咁啊，佢呢一張牀咧都有五尺嘅，但唯一唔好嘅咧。就叫做啱啱再裝落去下面咧有個地盤，咁佢就開始咧又會起樓咁樣嘅，即係有個地方佢咁啱起樓。咁咧其實如果有啲單位起即係出邊望出去有少少有啲動土嘅嘢咧，其實對屋企即係冇咁好啦。當然，咁另外你見張牀啦，佢嘅。即係而家左手邊啦，見到好似其實佢係一個廁所嚟嘅，咁即係有個係啦，咁其實都算係叫廁所對房噶，咁其實都係唔好嘅，咁睇呢度有冇得化解啦？即係如果佢可以嘅，就嚟吊下啲綠色植物啊，可唔可以化解啦？但係就呢度就好難點樣嚟吊到啦。即是那個天花板啊各樣咁，咁但係咧，總之呢一個單位咧，咁其實仲有嘅我就係影到呢一邊啦，叫做咁佢個價錢咧就係17,500啊，應該 around 咁上下啦，每個月。咁其實對嗰邊嚟講咧，200零尺嘅呢個價錢咧就都可以接受嘅，就係聽聞啦，佢哋已經係平咗噶啦咁樣。咁但系咧，佢唯一咧，即系当你见呢一张出边就系其实梳化嚟嘅，咁对住咧就系个电视啦咁样啦，我影唔到啦。咁佢就如果你带朋友上嚟咧，就会最好就搵嘢嚟遮一遮翻个床嗰边啦。咁好似间有少少间住咁咧就好啲啦，唔好俾人睇到张床好似好核。即係好核突啊咁樣，即係如果有啲人唔介意，即係睇下你同啲朋友熟唔熟啦咁樣，係咪？好啦，咁咁最好呢一個咧都有個書台仔咁樣啦。咁啲燈台燈或者點樣，可能或者要自己咯，即係要自己提供咯。咁樣講真，入到去其實光猛嘅，同埋佢如果朝早咧可以。有即係好似咁樣，有啲光啊，咁你都唔會話好暗咁樣啦。即係最主要呢樣嘢啦，即係間屋嘅光猛度啊嘛，都好緊要㗎呢樣嘢。好啦，咁這個就係我嘅體驗啦。咁其實最主要咧都唔係講呢樣，這個係其中一個體驗。
咁之後咧，其實我同我先生咧就睇完啦呢個 Star Studio， 咁佢個考慮啦。咁再者咧就去sorry 係啊睇翻，是但啦呢張相呢張相，咁就即係因為其實我先生就喺中環度就其實我同我先生啦一齊喺中環。就怡和大廈，我想大家都會很熟悉的，就是在外牆很多圈圈的那個 building 是很新潮的，即是說新潮有其實都很久了，其實一個即是很出名的牙醫診所啦，到睇牙啦，不是其實是最喜歡洗牙先檢查牙齒啦，每年呢都有這樣做的，那我很普通啦，我就是洗牙而已，因為我們是即是買了這個叫做洗牙服務，咁至於我先生咧，佢就要剝個智慧齒啦。原來佢智慧齒都蛀咗啊，咁啊，咁其實聽落又唔係話好貴，因為其實點講咧，剝個智慧齒本身以為都係知道係要1000-1000啊咁樣，但如果喺中環區嚟講咧，佢剝佢係要成2000多元一隻啦，咁講到好似好貴，但其實喺呢啲咁嘅服務質素嚟講咧，又覺得好似都 OK， 又唔係話好貴，即係睇你點樣諗咯，係咪？咁有啲人咧就嫌貴咧，可能咧就會翻大陸剝牙。咁我都曾經試過翻大陸剝牙嘅嗰個體驗㗎，其實我諗相對香港嘅醫牙醫嚟講咧，我就覺得香港嗰啲真係同大陸係兩回事，是很兩回事。即就算不過我很感恩啦，即我去的牙醫診所，即例如中環這間很出名的，跟之前我來去看牙，有時候我去尖沙咀亞太中心樓上那些，又是那些醫生也很專業啦，是啦，很專科的，那些質素真的不同的。咁總之就一分價錢一分貨啦，可能不要講牙啦，因為又拋離咗好遠啦，唔好意思啊。咁啊，到呢一個就係其中咧，我就經過喺呢個嘅大會堂對面去影出嚟嘅。咁啊，點解會去到嗰邊？之後咧，我哋就要去體驗去一間半山嘅酒店。咁呢間半山酒店咧就非常之都抵住噶。其實因為一晚咧，是300多元一晚，但是呢又看到個 view 啊，又有浴缸啊咁樣嘅。咁但係之前呢我哋就要上去啦，咁我哋就喺中環度上去。咁我唔知點解 Google Map 呢佢我就 check 之下，佢就話係搭小巴 1A3A 咁樣嘅。但最尾其實係等唔到，同埋都爆啊，有一架爆咗。咁原來呢有一架小巴喺IFC 那邊開出呢就是22號的小巴啦，那都可以上到去的。那當時我們又不知道啦，可能其實我都很大懵的了，其實應該是有幾個 plan 可以上到去的，即是有幾條的嘛，可以選的嘛。那最後呢我們在 IFC 下面的的士站啊，到找的士上去啦，那大約30多元一程啦。那其實是很快脆的，就5-6分鐘其實都到，即是不塞車的話。那好啦，那我上去是怎樣的呢？那看看照片有沒有寫啦。那這個就是我房，我們呢就是住8樓的，那就望出去的房呢就是個 view 是這樣的。那就算是很感恩啦，見到一些很好天的天氣啊。因為當時其實我們都很晏的了，差不多上到是6點幾，但是呢都叫做因為是日頭是長一點啦，所以呢就好彩都還是朝早可以拍到一些靚景給大家看看。因為有少反光啦，那個是玻璃啦，拍出去那些接巢的接紋應該都是個玻璃旁邊有個鏈這樣來即是反映到出来啦。咁样其实呢度咧就已经系半山，我可以讲俾大家听，呢一间咧就个名咧就叫做圆景轩啊。
但係如果係想 search 係邊一度咧，就係、喺麥當勞道嘅一號，即係如果同的士司機講到話麥當勞號一道一號咁樣，佢就知係邊度噶啦。因為麥當勞道一號同二號又其實都係同一道嚟嘅，不過即可能係隔離 building 咁樣啫，但係停都係停嗰個位噶啦，咁啊。好啦，上到去咁呢個都係同樣嗰個碌啦，先，因為打環影嘅啫，呢啲都係咁佢最有啲唔係幾好嘅咧，就係佢下面咧都有啲路啦，即係其實係半山上去嘅路啦嘅馬路啦。咁你佢算唔算隔音？普通嘅車咧，其實因為其實我哋當時喺八樓啊。咁普通嘅車咧，其實都唔係算好嘈，但係如果咧佢哋係揸啲跑車咧，就真係好嘈啊！真係好 feel 到咧行過啊！咁啊，我仲有個體驗啦，就係喺半夜啊，真係聽到好多嘅跑車喺度飄車，喺度飄來飄去，即係度喺度，真係好嘈咁樣啦！咁我又衰衰冇。即系瞓得唔系几好咁嗰晚，咁啊醒咗之下，咁啊就听到佢哋嘅飘车啊，咁啊体验咗呢一个叫做飘车凌晨飘车嘅经历啊，系唔系我飘啊？系即系听到啊，即系好感应我只耳仔好灵啦咁啊，咁系啦，咁啊。就本身咧，系啦，个房间就咁啊，呢度床啦，咁对面咧其实就系、是、有个柜同埋梳妆台，其实梳妆台咧可以用嚟做书台都得嘅。咁另外咧就当左手边啦，咁其实嗰边系窗口嚟噶啦。咁另外左手边咧就系、是、厕所啦，咁除厕所都有浴缸噶喎。咁呢樣真係好好啊！你諗下300多蚊一晚咧，都有呢一啲服務，同埋真係唔差咯。咁我唯獨我真係真係瞓得唔係幾好咁樣，即係如果唔係咧，其實都 OK 嘅。咁另外啦，這個就係麥當勞道嘅二號啊嘅餐廳。咁我哋幫襯隔離住佢係其實隔離係服務式嘅住宅嚟嘅，咁就有餐廳啦咁樣啦，咁我哋就去八下有啲咩食啊，咁最尾都好啱食嘅，都係啲西餐啊、意粉啊、銀鱈魚嘅飯咁樣啦，好基本啊。咁跟住嗰啲唔睇啦，到呢個頭先嗰啲 view 啦，跟住就。系啦，咁啊到啊夜晚啊，夜晚冇睇到，系啦个夜景啊，呢个就系、是、都可以噶，因为个夜景依个座标定系渐变唔同颜色咁样嘅，咁呢个就打环影噶啦呢一个，咁啊影埋嗰边，咁呢个系啱啱就嚟黄昏啦，因为见佢个天咧都仲系蓝蓝地嘅，呢、這、一个反而就已经黑咗啦嘛。咁啊，就係嗰啲公路啊，你見到嘛？咁啊，就喺度飄車，飄咗，即系呢一邊就係上再上去咁樣啦。咁啊，就半山嚟噶啦，已經。咁呢一度就係中段嘅，即系如果大家有去搭纜車咧，上山頂嘅話咧，其實呢度咧位置大約就喺中段啦。纜車咧中段都有一個站嘅喺附近咁樣嘅。是不是呢不是差不多开头上来啦，应该说是啦，又不算中站，即是还有得可以上这样的。好啦，那其实这一间的酒店呢都算是真的很不错的。其实呢这间房呢大约都是要有220尺的。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无端端去这里呢去体验呢，就一晚。就是想看看會不會又可以在這裡月租啦，因為這間的其實是酒店啦，又不算是服務式住宅啦，大家知道最近是便宜了很多嘛，它月租呢只不過是每個月的，即是這一隻 size 的話呢就是8800左右啦，即每個月8800左右，不用10000元就可以在這裡住
咁當然啦，酒店個價錢啦，可能會浮動啊，即係都驚啊，可能幾個月後會驚佢萬一加翻，咁又點咧？咁樣咁啊，其實我有咩喎？即係點樣咧？啲嗰晚都唔知係叫好定唔好，瞓得唔好，所以咧就諗住唉，唔留喺度啦，連瞓都瞓得唔好嘅。咁我之後我又點樣繼續一個月咧？咁樣。咁咧都系唔及自己张床啦，即系可能个唔习惯啦，一嚟，同埋咧佢始终喺酒店咧，佢系长期都系开住冷气，佢冇窗开到出去啦，佢系佢惊你跳落去，可能佢咁佢系lock 咗或者系乜嘢嚟挡住唔俾你开，本来系可以有啲新鲜嘅空气，但系都冇啊，咁。唯有放棄咯，呢一間真係，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到長期開住冷氣嘅，即係又可以與瞓，又可以瞓到啲陌生牀嘅，真係可以體驗呢一個係唔差嘅，一個月係8000多元，真係好抵，包埋水電，煤係其實。都是熱水爐嘅啫，佢其實但系咧有個有少少嘢就係佢冇煮食啦，同埋洗衫咧，你哋又要去附近嘅洗衣鋪度洗啦，因為佢咧依間酒店咧就唔包洗衣，同埋佢個服務咧係每件計嘅，咁就係唔抵嘅，非常之唔抵嘅。可能出邊揾到咧就係50元一次啊，或者係斷磅計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呢一個咧就有啲麻煩處啦。但係都可以解決得到嘅。如果例如話你哋覺得冇乜所謂啊，即係洗衫嗰方面。即係覺得斷磅計啊，或者都 OK 嘅，接受到嘅，或者自己有啲簡單自己洗咯，咪咁啊，咁都可以嘅咁樣。咁啊，我好感恩呢一次嘅體驗啊，雖然最嬲尾最終啦都與呢度冇乜緣啦，咁但係都好開心啦，可以有呢一晚啊，真係人生必要咧，都要嘗試一下呢個住下半山嘅滋味嘅。咁但係凌晨飄車嗰啲咧，即係你知道之後，你又會覺得哇，真係影響睡眠質素。咁點樣繼續落去成個月咧？咁我又算啦，咁就係啊，即係好多謝大家收聽啦。咁啊，今次分享到咁多，中意片嘅朋友请赞 like 同订阅，阿拉多个心啊！